来到我们八宝寮，除了有五星级的饭店设备之外呢，我们如果喜欢野外的朋友，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住宿方式？没错，它简直就是专为于你设计的。你看，我们的帐篷酒店。而且如果喜欢野外的人呢，他不一定喜欢搭帐篷，也不一定会搭帐篷。像是这个完全帮你准备好的一个空间。哇，带大家来看一下里面的设备。哎，我觉得简直都比饭店还舒服。哎，这个也坐一下，这个超软的，对，这是气垫床，而且它里面哎已经有两位民众，耶！好，那我现在来帮大家坐一下这个沙发床吗？请入座，请入座，好舒服。看，我要放在这里，拜拜。位在嘉义县中埔乡洞子角山区的八宝寮养生休闲中心，虽然海拔只有600公尺。但是园区面积相当大，停车方便，冬暖夏凉，周围都是天然的森林，离附近的关子岭风景区只有6公里。所以入住八宝寮，除了可以享受到五星级饭店的设施之外，加上有平坦的露营场地，帝王级的帐篷酒店蒙古包，让人可以拥抱大自然，感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，结合天地人不同的氛围，彻底放松，享受极致的度假乐趣。哇、哦啊，这露营啊，有都有乐趣的哦。哎、欸，这是乐趣。哎、欸，露营就是乐趣啦、欸，就是像来这边搭一只房子，他、晚上住在这里，乐趣的家，阿蛋来跟你住崩。所以环境就是晚上的话，这边的就是空气啊很清新，然后下午的时候还可以去附近走一走，很漂亮，而且餐点也很好吃，很舒适，因为这里什么东西都有。对，因为我们之前去露营的时候就常会忘东忘西，但这边就是都有帮我们准备好，很开心，最喜欢这种地方了，有就是满满的绿意盎然的围绕，这样非常的开心。来到八宝寮养生休闲中心，除了可以露营睡帐篷，感受天地人合一的畅快感，欣赏云海日出夕阳夜景之外，天气好的时候还看得到嘉南平原、嘉义、台南的四座水库，甚至看得到远远的布袋港跟台湾海峡。八宝寮养生休闲中心提供各种房型，满足不同需求，其中特别提供13间牛奶浴豪华客房，设备高贵，价格不贵，每间房间都能泡牛奶浴，细致的白色泡沫让水面呈现出水烟的效果，可以去除身体的污垢，提高皮肤含水量，脸上变得白泡泡又咪咪，有天然美肌的效果。哇，这个牛奶浴真的超特别的，这个乳白色是天然的形成，因为里面有内里质的泡沫，可以把我们脏污一次都洗不带走，皮肤也会越洗越好。除了待在房间内洗牛奶浴，体验当温泉美人的乐趣，八宝寮还有健康休闲中心，透过强远红外线配合瑜伽、音乐跟芳香疗法的麦饭石能量岩盘浴，在负氧离子的作用下出汗，促进新陈代谢。团体的客人更可以预约 SPA 水疗池，以嘉义中埔山区健康的地热水，享受另类的泡汤乐趣，然后穿上浴衣轻松自在走在森林区的步道，准备再去喝一杯下午茶，补充水分促进健康。这好好喝哦，哇，这边它的下午茶非常的丰富，它的也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风景，对，那来到这边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心旷神怡，对，让整个人都可以好好的放松。带着一份愉悦快乐的心情，走到休闲露台区，坐下来品尝一份精致的下午茶，一边开心的唱着 rap 歌曲，一边吹着山区清凉纯净的微风，就能彻底达成休闲养生的目的。充分感受到生活的乐趣跟生命的美好。记者顾世生、李嘉晶、李芷怡、邱怡树、嘉义报道。出发。